每天早上刚睁眼的时候精神最好，喝一杯燕茶，哈，然后开始叨逼叨。前一段如果喝咖啡，就是老邓给我的咖啡，后来有人说喝咖啡骨头流失，说你这不是矛盾吗？一面喝咖啡，一面又吃宝贵外汇进口的倭寇奶粉，哈，倭寇。现在这倭寇奶呀，大量也不能说大量，好多都是假的。怎么是假的呢？他卖这么便宜就是假的。哎，那就是说，你说贵的就是真的，哎，贵的也不一定是真的。我认为那些带货的都是货，货就没有生命。嗯，我相信人，相信什么人呢？第一，我相信女人。女人平常伟大领袖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，生活中的事儿伟大领袖都不知道，伟大领袖不摸钱，就跟我不摸钱啊，不摸钱，伟大领袖那人是叫吴登攀吧，替伟大领袖管钱啊，伟大领袖生活的事儿都问孟夫子、孟景云，问我孟大姐，问张玉凤同志。我就伟大领袖说妇女能本半边天，为什么呢？女人管家，女人管家就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她就买东西。你别看她不说话，她买什么上当吃亏了，买什么买贵了，她知道。妇女都知道买东西要最好的，物美价廉，而不是价廉物美。我就傻逼是吧？哎，就跟那个，要不然就看哪个贵买哪个，要不然就觉得哪个便宜就好，是吧？你看大街上那卖菜搓堆儿的全便宜啊，一块钱一堆儿，拿回来能吃吗？那连我那狗都不吃，是吧？首先得好，好里边再价钱便宜，你得先看了那质，你再谈价钱。你别上来就说便宜，是说行一口价便宜，便宜给你那破东西，那破东西还好呢，就是假的啊。那假，那你为什么还买啊？包装是真的呀。只有包装是真的，里边全是假的。说那你怎么办？我不懂啊，就跟伟大领袖听玉凤同志、听孟景云同志的一样，我就听我边上的姐姐，妹妹我不敢听，是吧？妹妹，都吃过见过啊，所以可能，什么贵买什么时髦嘛。你看那个电视上的女的，都张牙舞爪的那些妹妹啊，拿手就吃那，嗨，我这岁数看着忒油腻，我这种油腻男看着忒油腻。哎呀，关了上我这梦中八分钱一度的店啊，关上我这梦中八分钱一度的店。然后你看那些妹妹整天就在那儿吃啊，而且吃那东西都目不忍睹，我一看我都吐啊！都是那么尖尖的手指，那手指没我手指长，都是假指甲接出一块来，有蓝的，有绿的，有黑的，黑指甲，就跟那黑山老妖似的，在那在那吃啊！然后我也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好看啊，是看妖精吃唐僧肉吧？我吃东西，妹妹的不敢信。小姐的也不能信，小姐是吧？那都是日进斗金的啊，都是胯下有银行的。我一穷逼被双开了，没有，就靠打赏是吧？打赏我还得养我自己，我还有时候得周济点边上的什么抗战老兵啊、鳏寡孤独啊，是吧？啊，为什么我运气好呢？打仗、暴乱、子弹。那个老胡的话叫嗖嗖的，子弹嗖嗖的都绕过我，就是我干点好事儿啊，百善孝为先，一百个善事里边孝第一，我孝顺我妈是吧？如果一个好东西我都跟我妈分着吃啊，上有老下有小分着吃，我下有我女儿啊，在那儿睡觉呢，你看我闺女特别安静的听爹说话，嘿，这儿太黑了，我得敞开门，看见了吧，我闺女。嘿，爹关门，爹关门，爹关门，啊。
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容易吗？是吧？哎，让我省吃俭用，但是我看到，什么，我徒儿啊，什么，什么东西，急人所难啊，我就是一雷锋，雷锋就是一螺丝钉，在庞大的机器里边，它就是一螺丝钉，我是一块砖，叫随任你随便搬，这是我闹钟第二次八点，关闹钟，关闹钟。今天是2023年1月27日，昨天晚上我徒弟跟我说，说师娘生日，嘿，哪是师娘生日，师傅生日，师娘没生日，师傅哪天生日，师娘哪天就是生日。一会儿9点钟我徒弟来接我，我本来想给我师娘，去年我给我师娘带的是，就是我喝的这奶粉，就这奶粉，我给我师娘带的就是这个。我师娘比我师父小18岁，我师父到现在死了多少年了，我师父继续这么有名啊，能有我这徒弟都是因为我师娘。我师娘比我师父小18岁，就让我师父的年龄延长了18岁。那时候我喜欢一女孩啊，就是在我师娘认识的。我说师娘，我喜欢这女孩。完了，我师娘说她又不是清华毕业的。我师娘是清华毕业的，后来我说这女孩向我表示她也喜欢我，你亏了。我说我怎么亏了啊？她说这女孩太大，太大，啊，我比你师父小18岁，确切说是17岁半，啊。我说那这个也比我小十，说那会儿我黄花大闺女啊，我爱上你师傅时候我18，我再比你师傅小18岁，你现在都50了，这女孩比你小18岁，这女孩都多老了。这我师娘说我，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呢，就是看给我的留言，留言就刺激我有想法。你看这个说，从战争中存活过来的战地记者，目睹了残忍的生死，受到太多的精神刺激，不是勇敢的人当不了战地记者，所以老鸭是当之无愧的大英雄。我他妈哪儿英雄啊，是吧？我纪律性这么差，哎，这儿再有什么，这么晚唐老师还不睡，我想您战争体会比我深，我就是抑郁症，我是疯子呗，为人民说话讲真话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。你让我为人民服务，我一螺丝钉我能弄个屁呀，是吧？你让我为人民说话，我代表人民，我也不代表人民啊，我代表了不人为言轻，我就为人民说话。漏食里出大制作，这帮军事大 V 在唐老师面前是小迷弟，不能这么说。我是第一，拜托我上对了一个学校，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。国际政治是什么？就是战争和平。这里边的天花板呢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。战争我没戏，是吧？虽然我参加过海湾战争以及一系列低烈度战争，包括缅甸、缅北啊、越北啊、老挝北啊、那些什么克钦、果敢啊，还包括巴勒斯坦的那些特种战争、游击战争、爆炸，这什么伊拉克镇压库尔德人啊，我去过埃尔比勒，去过曼苏尔，去过 Kirkuk 啊，去过土耳其边界啊，都是一个人去的。你要是一帮人带电视摄制组，你就进不去了。一个人拿个相机，嗖嗖嗖嗖就拍了，是吧？加上我会希伯来语。会阿拉伯语，阿拉伯语会吗？会，当然会了。萨拉马雷孔阿瑞比克衰衰，是吧？而且我早期不是我自己去的，早期被派我去的啊。一旦被抓，我就说我 kill embassy 你啊，中国大使馆啊，他们就拿我当 agent 了。我说我不是 agent， 我是。中国大官是斯法拉西尼，新华社叫我 kill embassy 尼 agency 新华啊，然后一看我这人傻呵呵，他妈到哪儿都是笑口常开，人家也不极力拿我当呀嘿，拿我当哥们儿啊。伟大领袖有句话叫我们的朋友遍天下，
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，我就是他妈无产者，我屁也没有，是吧？我老有人说你这是陋室，我这是哪儿陋室啊？啊，我这是多好的啊！然后我有屁大，我有新华社的，双开我之前我有新华社的记者证，我有丰富的知识，我有大吉普，我有莱卡相机，我有尼康相机，有佳能相机，我有科大赞助我胶卷，我走遍世界都不怕。哎，这些人呢都是窝里的，窝里横，他们没到过前方。柴油也分二冲程和四冲程，当然我们说的说迪塞尔发动机那是两冲程的，你非得这么叫板就不是上我这儿来听课了，你讲课我听得了。这些转发的人我都感谢。唐老师新年快乐，把米饭炒一下放一鸡蛋，是那多耽误时间呢，我就跟鲁迅似的，鲁迅就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，别人泡妞的时间都用来写字儿叨逼叨了啊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我身体又不好，哪天就他妈撒手一闭眼就嗝屁着凉了，所以我不蓄财产，是吧？急人所难啊，我把我有的东西跟别人分享，看见别人有，我也脸皮厚，是吧？所以我号召打赏，打赏不是赏我一个呢，我还捐给抗战老兵呢，捡破烂的，比如周富康啊。什么助人波呀，还有其他我就不能说，因为你给人东西你不能说，是吧？你一说出来了以后人就不好意思要了。只有吃过见过才知其味儿，辨真伪。感谢您转发，这人叫五谷秋风，百科全书之人，兰草姐姐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，我哪敢百科全书啊。唐老师细长的手指应该生活在音乐世界，我喜欢音乐，但我小时候穷啊，缺五音少六律，就被我妈封了五音。我不变五音，我唱歌跑调，更没有钱去买钢琴。现在小孩都能弹钢琴，我儿子钢琴就弹特棒，遗传了我的手指，但有一地儿不像我，他那指甲，你看我的指甲特别长，他指甲没我长，他指甲没我长。我儿子勤工俭学就教人钢琴，我儿子就是好的音乐老师。我儿子脾气好，不像我这么暴躁啊！我暴躁实际上是躁狂症，是海湾战争后遗症。除了血不好之外，老跟人急。唐老师细长的手指应该生活在音乐世界去弹琴啊！你看我怎么回复的啊？我怎么回复的？我说女孩都喜欢细长的手指，摁快门的手。对，我刚才老说了。女孩都喜欢爱抚，被人抚摸，摁快门的手比弹钢琴的手更高级，因为还是弹钢琴的高级，摁快门的就瞎摁啊，瞎摁。我们这是地级市啊，安全感，唐老师知识渊博，这就大概这些。刚才还有一个是什么呀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我这会儿找不着了。我没打疫苗啊，我就不能跟人交流，我平时在屋里。秀相信老姐姐女人家庭妇女的话，对对，太对了，相信老姐姐，老姐姐都慈祥啊，年轻时候都美丽，更重要的是老姐姐都有一颗善良的心。家庭妇女的话，家庭妇女她负责一个家庭，所以她说的话，虽然是家庭妇女，但他说的话是我们每天离不开的话。唐诗曾大家记住了，听进去都长知识了。你把我名字的诗写错了，我他妈没有诗意哈。然后转发，我喜欢转发的，有钱就打赏，没钱就转发。我得穿衣服穿裤子，一会儿去我师娘家，我给我师娘带什么呢？我这儿今年我的那个大批的苹果都没来，我手里头就俩苹果了。老炮是名炮，其实哪儿都一样。这什么意思我不知道，反正是转发的都好。他老唐信仰天然绿色无污染，就是我的历史，他的历史，我的历史。
两次被新华社双开的战地记者老唐退休蜗居，这哥们儿是我老读者啊，我最惨的时候肯定给我打过赏。大家一起关注老唐，长点知识，绝不瞎说。对，瞎说瞎说就露怯了，错了就承认。哎，再往下，中国唯一海湾战争现场站的记者牛，哎呦，摄影记者必须在现场，不在现场那你怎么摄影啊？你不能拍电视屏幕啊。不知道核辐射搞出了核奇迹，科学家只负责研制，不负责提醒保护。哎呦，我不是记者吗？记者就得拍摄，是吧？现在老有人说你找这索赔，找那索赔，你自己愿意去的是吧？不许你去，你还去，双开，你还去。其实组织上也是说，为了保护你，大家都不去。我们螃蟹抱团取暖，谁都不出去，都在井里头待着，都当井里的蛤蟆。谁让你出去的，是吧？老唐出山了，转发，我就最喜欢转发的，是吧？没钱你转发可以啊，是吧？哎，我就讨厌不懂还扰乱课堂纪律的。对，我这么一说，说那你早上这时间连穿裤子的时间都没有。唐老师知识渊博，知识渊博算不上渊博。这是我刚才用梦中的八分钱一度的电，用一度电烧的开水。这开水为什么说你不往里立刻泡奶粉呢？不能泡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奶粉啊，它这个我用的这盘的奶粉，它是纯奶粉，没加那个叫什么速溶剂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如果是开水，它往里一倒啊，它马上就长疙瘩了，长疙瘩。所以必须等这个水，等一会儿，等这水的温度降低了，然后我再把奶粉放进去，放进去，我这个地儿平房，挨着什刹海，潮气就比较大，潮气比较大呢，我现在就给它弄了一罐子，把这奶粉搁这罐里头，这一口的呢，可以做七升牛奶。我呢就用的比较多，为什么？就蛋白质多呀，然后，我这勺也大，人家这奶粉配一勺，我都不用那勺，因为那勺太小。我呢，海湾战争后遗症，我老哆嗦，一哆嗦那奶粉全哆嗦外边了。这样你看，它就不起疙瘩，然后呢，我就我也不会带货。我也不卖你这奶，当然这奶粉街上多了，都叫这牌儿。你到淘宝上一看，好多，但我只相信这个姐姐她给我买的，因为这姐姐，刚才不是说细长手指弄音乐吗？她是弹管风琴的，而不是一般弹管风琴，她是教堂里边弹管风琴的，一到星期天。就找不着他了，他跑庙，不是叫庙里，教堂里弹管风琴去了，所以他是一个守法制的，有法治精神的人。另外呢，他是一个懂音乐的人，比如我们家那个热水器坏了，我的锅炸了，我都说姐，我锅炸了，你帮我买，因为我网上我不会买，我也不会挑，他总是能买最适合我用的，最物美，然后再加连，是吧？你别上去找便宜货，说这怎么那么便宜啊？是便宜，你花钱买一壳，花钱买一包装纸，花钱买一包装纸，我只信人，是吧？因为我就不是人呢，我就是一螺丝钉，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，我就相信那些有人的哲学、人的思维的人。人里边最高级的是什么呀？男的都简单，我给我狗做节育手术啊，1000块钱。母狗做节育手术2000块钱，这比喻不大合适啊？为什么？它的生理结构复杂。男狗了，敲猪敲牛是吧？拿一锤子，梆一锤子，把那蛋砸碎了就行，都不用动刀。母狗不行，还得用麻醉，还得什么？所以那个计划生育的时候，都让男的到那儿把输精管咔嚓一系给系上了就得了啊。女的就还得开刀什么，所以一般做节育，
如果那丈夫好，都说妇女能等半边天，把我们家那卵巢留着，把我给继承得了。嗯，原来有一电影叫《海岛女民兵》，就是老邓采访过那真人，就是不要卖妹妹，叫刘阿泰，不要卖妹妹，不要卖妹妹，卖我也不要卖妹妹啊！就是一条腿是一瘸子，说那瘸子是一条腿，是俩那条断腿里边实际上吊着一发报机，吊着一发报机到处走。你说当时他们怎么编出这故事来？嗯。哎，每天一口安全奶，嗯，补充增加蛋白质，嗯，每天还煮俩鸡蛋啊，你看这我煮的鸡蛋，嗯，煮鸡蛋这锅啊，我为了省电，嗯，一次我煮六个，所以我煮一天鸡蛋，我煮一次鸡蛋我就省了三天八分钱一度的电，嗯，牛奶。但鸡蛋是我们平常能获得的最简单来源、最便宜来源的蛋白质。嗯，这鸡蛋我是从内蒙老苗给我弄来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牌，街上也买不着。可靠来源的奶，可靠来源的蛋，是我们保证我们生活中的蛋白质产生抗疫能力。我是海湾战争被辐射啊，没有防疫能力的人啊，连疫苗人家都不给我打，说怕一打疫苗我抵挡不住疫苗给我打死了。所以你们都特幸福的打了社会主义的三针疫苗、四针疫苗、五针疫苗，我一针疫苗也没打。说那到现在你怎么还能叨逼叨叨逼叨还能这么活着呢？一就是我有可靠的奶粉，二我有可靠的鸡蛋，我还有那些新鲜的大白菜。我在北京周边认识100个村支书，现在还没到100个呢，他们给我提供可靠的食品来源。